婆虚空巧弯书，玲珑宝藏发人开。你要空劫行前事，六字洪明必经改。古人都清珠道无浊水，浊水不得不清，念佛道无乱心，乱心不得不佛。过去的人没有现在的自来水，他们大概都要到外面天然的那个水塘里面去拿水回来喝。我小的时候看到我爸爸的故乡农家呢，他们住在山上，非常缺水，下面有一个小水池，其实是小水池啊，不只是我们要去拿水来喝，也有鸭子在那里游，那也有牛呢，把它带到那里去，在那个水塘里面。那你把那个水拿回来的时候，全部通通都是带有泥泞的，很多都是烂泥巴的水。你要怎么样来吃这个水呢？以前大概就是要用明矾，把一个明矾放到那个水里面去，上面那些比较重的脏的东西就往下面沉，然后你慢慢的掏上面的水可以来吃。所以这个地方说把清珠放到浊水里面，那个浊水呢就会清净。那我们每一个人心很乱的时候，有时候自己家里面的人有事啦，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，心非常乱，很多大德就会说你好好的念佛，你念佛的时候把心静下来，你想要思考问题要怎么做也比较好思考。假如你心都是一团乱的话，人家要跟你讲说你听我讲，他也说啊，我现在心情不好了，我不要听。假如你能够把心静下来，人家告诉你一个方法，也许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。往往我看到有些人他说我有问题啦，我来问你啦，那你要跟他讲的时候，他不是听你讲啊，他一直就讲他的，然后你看到有一个这个你可以跟他解释一下，你才开口跟他讲我想这个，他就马上又讲。我说你说有问题来问我，结果两个多钟头我都是在听你讲话。他说我就是有这个问题啊，我说你有这个问题你要解决，你是不是想要问人家，你就要静下来你才能够听啊。所以我们说如果心乱的时候呢，古代的大德就告诉我们一定要好好的、把那个心用念佛让它静下来。西天有报明月清珠，为初珠倒入浊水中，入水一寸，就一寸即浊水，就变清洁。初珠入水自寸至尺，乃至无底，即浊水亦随之而定淡。当地清珠者，如念佛之清净念也；浊水者，如杂乱之妄心也。在这个地方说，在西天有宝，这个宝呢，我想也就是明矾，可以让水呢干净的。他说，你如果那个水只有一寸，你把这个珠子放下去，一寸的水就干净。如果呢，它更深一点的水桶，或者是一个池子，你只要放到这个清珠下去呢，所有的水都能够干净。所以这个清珠呢，就代表我们有杂乱心的时候，念佛，那个念佛的佛号就是清珠。所以，假如我们的心乱，我们最好就是用一念念佛之心。把我们的杂乱的心呢、把它静下来。当妄心杂乱之境，令机器一念如对自尊，安定六字方明，一一出口入耳，接触杂乱，自然随念即静。
自是一念二字十念乃至念念不已，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呀。这一段话很有意思。如果你在杂乱的时候，人家叫你念佛，啊，你就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那个叫你念的人走掉了，你就杂乱心又起了。那永远呢？你心里永远没有办法静下来，这就等于怎么样？你放那个青珠放下去，看到它有一点坏的，有一点沉下去了，赶快你再把它掏掉啊！还没有好，你就要拿去用了。你永远都没有用到那个最清净的水，所以如果你一念到十念，那乃至于念念相继，就是说你永远把这个青珠放在水里面，你的水一定都会很干净嘛，哦，所以你如果在半途就把这个青珠拿掉的话，就没有了。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，静音令人重念书生轮转之可悲，深夜丁罗纷扰为可痛，举起一念佛名，地下更无意见，如太阿剑灰暗动现，如大火轮升腾炎炽，万物却自寂寥，却自寂伤，直至一心不乱，灵所两亡，道家之说不用再记，寂静之时何如挂起，可谓正修行之神术，超方便之正道，破思想执惑之雷霆，足迷茫忧苦之日月，今宵三时下念佛事将完，已尽所有一切亡灵，生诸上生决定往生，请到一念未明以前，烦恼结果消失也无，是心空寂念佛意，各国魂归宿未归，佛法欲界啼晓日，愿行信佛奉主威。